欢迎收看《牛车来停不下》，做工的人啊！喂喂喂，走错棚啦！由演员李明顺、由安顺、薛士林和柯淑媛主演的影集《做工的人》，深刻描写工人日常，在2020年引起讨论，横扫金钟四大奖，暌违三年，终于跃上大荧幕。你敢怎样？猫熊一世人，拢无都去做彩色相片。蒲龙宫组合再度合体，带观众重回当初的感动。因为电影时空背景比影集早，除了外表造型焕然一新，为了要找回角色的性格举止，也有下苦功。找槟榔是去习惯这个角色吗？哦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有讨论，他只是拍完电视剧就没有停了。你是不是有开槟榔摊？拍完之后有很难接吗？有，跟影集那时候差不多，因为吃的量蛮大的，然后所以，但是，那毕竟不是一个好的东西。做工的精神，一起加油。好吗？除了熟悉的角色，通通都回归。电影还重磅找来天星加入剧组，饰演律师的他在剧中不止好身材若隐若现，还要追赶跑跳，超牺牲。我也在为生活打拼啊！也是做工的人。对，我也是做工的人啊！我们每个人都这样，对，就是明明真的很累，但是觉得有生意来的时候，谁不是就提起为了生活，为了生活在打拼。不止天星亮点满满，原剧里就有出现的曾沛瑜和方佑兴都来加持，展现不输男角的女力 power， 笑中带泪，道尽人生酸甘低。华视新闻林立婷、方一婷、李诗健台北报道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五二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